告一下，上一次请您帮我推荐我的书在韩国出版那些，您还记得吗？一个月前，是啊，是这样的。如果那个时候不方便在书上签名的话，也可以现在简单祝福一句，就是说这个台北市的市民出版的书不错，希望韩国的青年朋友可以被他激励。当然可以啊，现在多久？希望你要签个小纸条的。书上就可以自由发挥了，直接说郑匡宇的书在韩国出版。是啊，虽然市长不断的把我名字念错，但是这没有关系啊，有这个